现在我们又慢慢把他们导的这个来了导了，因为从十一月份开始，我们的生产任务量是已经很大了。现在老板又出去反馈了，现在马上就有空来进来，所以的话，十一月份将近有20个订单，十月份这样12月份，明年我们以现在的一个像以前我们一个月只8台，8台的话远远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革了。那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取消了什么福利，我们只是取消这。